大家早上好呀，欢迎来到 Game Two 太阳快船这边西部决赛。哇 ，Beverly 还是出手了呀 ，Beverly。Beverly 这都觉得自己不是犯规吗 ？Beverly 这都要抬手吗 ？Everybody touches。好球啊 ，K。我之前就说过了，我这个赛季特别想看到 Chris Paul 夺冠，好传，哇、哦！再加上我特别喜欢 Payne 和 Jay Crowder 这两个球员，特别是 Jay Crowder， 我特别好球，好球 hesitation， 好传 ，Sharage， 哇，雷吉杰克逊这么强吗？今年季后赛，没错。接球就投，我靠，就是干这活的。我发现太阳队啊，真的很让人喜欢的一点，就是太阳队的每一个人都敢于站出来承担，不像某些球队的某些人，我就不细说是谁了。反正不像某些球队的某些人，看着挺大牌的，一到那种落后的时候啊，哎，就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。你看起来他投的球是最后的关键球，但其实，哇，这都能有啊！这两支球队的人，不管是明星球员还是角色球员，全是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承担责任的，所以这个球是真的好看。哎呀，可惜，好防啊！哇，这种球场能量，你还能奢求什么呢？哎，我好喜欢这些角色球员带来的能量啊！乔治，机会啊！乔治来了，哇靠！这就是乔治，真拉不开啊！艾顿，没有人站出来，没有人杀死比赛。这个细菌，艾顿杀起来之后越是厉害。无敌！哇，这边又失误了。给争球，争球？为什么争球啊？你没眼睛吗？这个球因为你没眼睛看不见谁出的吗？为什么要争球啊？哎，但是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湖人被淘汰了，湖人球迷会不会支持快船呀 ？LA 的球迷会不会去支持快船呀？我想知道。给纳德被帽了，不是这都能进吗？这没被帽吗？这没被帽啊！两边的角色球员真的好强啊！我真的好喜欢这样的角色球员，好羡慕球队有这样的角色球员啊！有很多球队和球员纸面实力挺强的，看着阵容挺好的，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敢站得出来的。但是这两支球队是大哥都倒下了，其他人争先恐后的站出来分担这个责任。哇，这样的球队真的太令人尊重了，我只能说，就像上赛季的迈阿密热火一样。对，但是这个赛季迈阿密热火可以说是慢一点，而且非常大。不想说了，40秒。哇，被冒了，完了，出事了。别呀，哇 ！George， 单挑，中距离。哇，他怎么也有啊？19，但这个球要耗时间的话，这个哇 ，overturn 了，但不得不说一句啊，在两支球队在对方球队的 bonus 的情况下，而且自己球队只领先一分，还有最后9秒钟的情况下 ，Beverly 防守的时候敢去伸手掏球，这真的是一个对自己防守能力非常非常非常自信的一个体现，一旦失误，对方就直接上罚球线罚两个球，又反超一分，对自己的技术防守非常自信，能不能扛住压力？哇，两罚不中，保罗乔治两罚不中，真的假的？我真不信。接球 ，Walker 76，啊，没进，啊，没进。球出去，这个放门口就好，谢谢。艾顿空接，我靠，直接空接扣进，我靠。这算吗？太傻了，这算吗？但是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你知道吗？这真算啊，这真扣进了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，我靠，
我都没反应过来赢球了，我真没反应过来，刚才有人敲门，我看了这边一眼，然后转过头回来发现这个球不会给，就进了，就扣进了，是吧？我啪一下一秒的，是时间是不是没有问题？是啊，就是是不是这个进攻的干扰球？对，这真聪明啊！这最后一个战术画的真他妈聪明了。去，直接甩，没了。接球，接球，这球也就没有出手机会了。恭喜太阳，2-0，恭喜太阳。主场哇，败也败在保罗乔治两发不中，说实话，非常精彩的比赛，明天见，拜拜。